除非我赢第二名超过18，啊，不然这里五趴那里五趴，我就输掉了。这个打到让你的选战打到这里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可能会输？还是有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没有，我自己也很诚实的回去算过嘛。其实政党真的最后催票还是有5%的实力，我刚才讲过嘛，因为里长啦，这种主后援会这种组织，你知道，不管从白宫白业还是人家的区党部，这个我算一算，而且就我自己上一次的经验，最后政党开始催票的时候，还是有5%的实力的。那我就讲嘛，除非我赢第二名超过18，啊，不然这里5%那里5%，我就输掉了。这个还是有可能的。